斜方肌肥大真的是困扰很多小可爱的烦恼，胡子看起来变短，整个人虎背熊腰的，不仅显壮，而且还特别影响气质。我们千呼万唤的消除斜方肌，还有练出直角肩来喽！动作一：抱头开肩，双手轻放脑后，保持肩部水平，慢慢打开双臂，感受背后肌肉的挤压收紧感，然后再收拢双臂，15次为一组，做3组。打开的时候呼气，收拢的时候吸气。动作二：俯身开肩，找一个高一点的柜子或者桌子，双脚张开与肩部同宽，身体缓缓往下压，注意感受肩颈背部，一定要用力往下，均匀呼吸，保持1分钟。这个动作是舞蹈课老师经常会给我们做的开肩训练，每次压完之后感觉胸背都打开了，整个人都舒展了起来。动作三：交叉抱大臂，上身挺直，收紧核心，双手交叉抱在脑后，保持这个动作，均匀呼吸1分钟。这个动作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活动肩关节，拉伸肩部的肌肉。动作四：靠墙抬臂，上半身贴紧墙壁，注意你的腰和背脊椎，尽量的去靠近墙壁，双臂张开90度，然后缓缓向上抬起，全程尽量去贴紧墙壁，不要憋气，做的过程中要均匀呼吸，这个动作对改善圆肩驼背非常有效。15次为一组，做3组，每组间隔30秒。动作五：牵拉放松胸大肌，肩关节外展90度，肘屈90度，掌心向前压在门框或者墙壁上，腰背挺直，收紧核心，弓步身体前倾，把肩打开到胸大肌有拉扯感为止，保持这种牵拉的感觉30秒。感受到胸部前侧的拉扯了吗？如果有这种拉扯感，那就对了。 OK， 我们接下来换另外一侧，同样姿势保持30秒。怎么样，大家都坚持做完了吗？是不是感觉肩背都打开了些，整个人都变挺拔了点？别把视频放收藏夹里吃灰了，跟着打卡练起来。